问一下，你们两个是哪个国小的？和平国小。和平国小。啊，你们做什么事情？来这里赏小便痕。嗯。啊，你们对小便痕知道多少？小便痕有别名，然后称也有称产鸟啊，台语叫产鸟啊，然后也有凤头麦鸡。然后它的羽毛有一点金属色的，然后它最特别的是它的辫子，然后它常在水稻田跟花生田出没，然后它的脚有一点偏红色，体长大约30公分，是台湾鸻科唯一有长辫子的水鸟，然后它是冬候鸟，然后它不是保育类。